官渡平原那个稻子是两熟，是啊，所以他大概七月收割以后，到大概十一月再收割一次。那个时候台北叫鱼米之乡啊，嗯，所以整个很富裕的一个台北是老台北。像以前我们整个官渡里可以从头认识到尾，但是现在我楼上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，比较冷漠。进步在进步，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退步了。我相信你这首歌一定会唤起官渡居民对那个时代的很多很好的想象。我也希望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有时候整个现代化以后，你会感觉说少了一个东西啊。嗯，你再怎么素食，你再怎么那个，你还是要回到原点啊，因为你的生活里面不是现代化可以解决的。我们要做一个官渡社区的活动，把孩子带出来，踏在官渡的土地上，然后认识官渡，把官渡的每一只手都牵起来。哦，来，哎，远点，哎，对，来。二三。